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贪恋五花八门的色彩，使人精气神外散，视觉迟钝，过度追求音乐的刺激，使人心中失去平和中正之气，听觉迟钝，讲究食物的美味，使人味觉迟钝，沉溺于骑马打猎的快意，使人心神狂妄暴躁。稀有难得的货品会使人贪心增长，而造成行为偏差。